2021年超好玩的模拟经营游戏《模拟经营我的大学》开启预约啦！和我一起来当校长吧，将一所专科大学经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。先来设置一个招生录取线和学费，想招能力强的，录取分数就设置高一点。什么宿舍、校园、网贷们，现在你说了算。1000兆光纤先安装上再说，晚上关电早一点，让学生好好休息。Oh my god！ 宿舍还可以安装扫地机器人，这也太高端了吧！什么餐厅菜品太少，多招几个稀有厨师，让学生喜欢上餐厅。什么实验楼设备太少了，太旧了，不先进了，先购买一批先进设备。什么体育馆不够大，没有你喜欢的体育项目，都不是问题，现在你说了算。什么居然还有科学院，还可以研究人工智能、量子物理、时空虫洞，难道进一所大学还可以穿越时空吗？快来一起体验吧，不干不课，模拟经营我的大学，你值得拥有。